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头都要炸了！石头，石头，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回去说吗？石磊，我走不动了。怪我吗？我本来以为只要我能多赚一点钱，你跟我妈就不会再吵了，结果让你们吵得更厉害了。怪我吗？ 有什么事情一起面对吧。我不想拖你下水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样耍脾气的话了，石头？好，我们一起面对。